儿，欢迎回家，你还带了客人来呀、啊？我才不是你的女儿，你这个女巫！真是放肆！让你父亲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！这段时间我就先派仆人陪陪你们吧。给我回来，看我的厉害！麦斯，唉，到处乱跑应该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应该还有其他计划吧？有吗？各位英雄，我要借助你们的力量，一定要消灭这股邪恶的势力。你去对付他的仆人，我们会好好调查。祝你一切顺利。这下死了吧！你先走，去找威奎斯特夫人，把这笔账算清楚。那些灵魂帮了他们一个大忙，一定要让威奎斯特夫人为他邪恶的巫术付出代价。
们在这里没有力量。看，你轮过了，真是没了。这些邪恶生物终于不会在夜里突袭，我可以睡个好觉了。你继续去追杀威奎斯特夫人，这些房间就交给我处理。哦天哪，你们把整栋屋子里的人都杀光了，地板上到处都是屠杀的痕迹。要不要到地下室来一起赞叹死亡的美呢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你阻止不了，我的母亲性情残酷，不过我没想到她竟然会这么做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她这种邪恶的行为。没错，要是大家知道我的家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，我到时候要怎么说服大家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如果有人为难你，就赶快用力敲对方的头，这样就解决了。亲爱的麦斯，谢谢你。等这一切结束之后，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家族新任外交官的人选。废物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死的。休想从我身边抢走他。我们永远不分开。这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。凡人，来吧，死亡在等着你。蠢孩子，真没远见。死亡会紧紧跟随着你，没有人能躲开。高拉图尔，这怎么可能？死亡也拦不住我。蠢货，你们击败的只是空壳。我在荒野之源等着你们。哎，成功了，消灭勾拉图尔了。你看，只要有力气跟武器，什么都能搞定。谢谢你们，英雄。你们消灭了女巫会，还把我们从勾拉图尔手里救出来，能有今天真是多亏你们了。绝对不能让勾拉图尔返回这个世界。庄园里的怪物都朝我们这里过来了，我跟斯滕泰德留在这里挡住他们，你们去做个了断。Thank you.